武则天打这个关卡，别闹了吧，应该不太好打哦。先指定右边那一只。刚刚那个是一定稳死的啦，所以就直接退出就好了。十五没有没有，刚刚总共十八颗光，没有办法叠，叠不起来。其实我觉得第二只尼可它是可以换一张牌珠卡，它是可以换牌珠卡，不一定说一定要放两只尼可，只是我想玩一下这个玩法。按大奖打得过吗？没试过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很想要，我很不想要就是用按大奖去打。露西队打过了，下大雨啊。仙人掌干什么用的？就阴在用的啦，没啥用啊。这边的话先不能开露西哈，现在先不能开露西。啊！你们不要觉得我是故意的，因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哥有点难走，啊，完蛋了，消到火了，啊，重来吧。哎，不会死哦，哎，不会死，那就可以再来一次。哦，其实我是在洗露西的技能啊，原来是几个看得懂的，看得懂的打加一啊。C 是不是？全消。看来聊天室领悟力不太好。女的，女的，女的，干！我是过气时光女士。光柱少一点，有光柱少一点。
这边有点失误，但是还是 OK 的。要女的比较好啊，女的才有那个捡 CD 啊。你如果用男的，如果出男的的话呢，他不会捡 CD。六 C 哈，来啊，各位观众，我没有听见。好，应该过了吧？掌声，掌声，轻轻松松啊！